感动我。我们家就是有钱，家有存款几千万，我家小狗比人贵，懒得我狗你看看，告诉你别太张狂，看不出你太嚣张，出来放狗不算顺，吓到人了怎么办？谁说狗狗很吓人，我养儿它乖得很，妈妈在这儿别害怕，伤到它你赔不起。真太猖狂，今天还管劲呢。厉害厉害，好看是。